千万不要给男友送洗头躺椅，不然他就会一直洗头不？洗头不？今天洗头吗？欢迎光临洗头理发店，女士办张卡，免费洗头，免费按摩，免费升级，招聘总监。那你是你们店的总监吗？我是学员。哦，这样吧，办张卡，你把总监给我叫来。好的，这位女士，请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叫我们总监。你好，我是总监。力度还合适吗？合适，你也挺专业啊。水温合适吗？挺合适的。水质你也不用担心的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让您洗的放心。你们家洗的不错，我下次再找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洗头30，按摩50，办卡2000，一共2800。2800，你坑谁呢？我不办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保安，这边有人来了。我要出去。你别跟着我了，行不行？行。你这个样子很丢脸哎。